如果你有做生意的话，那你一定要看完这个 video。 我的名字叫吉源，今天我会在这个短片里和你分享如何将你的 marketing cost 降低 40%， 那同时又把你的 sales 增加到3倍以上。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你有听过什么叫做 infomercial 吗？ infomercial 就是透过 video 清楚及有效地呈现你的产品。看了 infomercial 之后，你的顾客会对你的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更喜欢购买你的产品。之前我为我自己其中一门生意做了个 infomercial， 效果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那身边的朋友都纷纷来问我，要求我帮他们做 infomercial。 那做了之后呢，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成绩，那就是他们的 sales 不单只提升了，而且 marketing cost 节省了许多。那今天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成绩，不管你的公司是卖什么服务或产品，无论是厨房用具、美容产品、保健品，跟汽车或屋子有关系的产品都好，只要你想用 video 来做 marketing 的话就可以了。啊，什么 viral？ 你知道 viral video 的 focus 是在 share， infomercial 的 focus 是在 sales， 那你要 share 还是你要 sales 呢？如果你想我们帮你的 product 或 service 做 infomercial 影片的话，今天我们要正式公开给大家，开一个跳水的价钱。 OK， 平时做一个 infomercial video 需要2800令吉以上，包括 editing， 包括 videography， 包括 copywriting 等等的 cost。 今天我要给在看这 video 的你一个跳水的价钱，以2800块钱，你不只是得到一个 video， 而是两个 video， 两个 video 只限10个人而已。你还在等什么呢？我都跳进水了，你还没有行动啊？还不快点以下留言 PM 或者 click send message， 或者是打电话来，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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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